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野，公路上的塔吊司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日子，小刘今天过生日。对你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，那你今天准备怎么款待我呀？其实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下馆子都显得没有诚意，必须得亲手露一手。现在我们去超市啊，去买点菜。我这好久都没有做过饭了，其实说句心里话，我心里也没有底。没关系啊，就咱俩吃，你正常发挥就行了。阿姨提，拿这个吧，这个小一点，这些应该够了吧？再来一个小白菜啊，给你煮面。这不是虾尾吗？哟，好冰！手里有玉米，还有凉拌菜，手里还有虾尾，这应该够咱俩吃了吧？这哪够呀？再不怎么给你补买几个鸡腿啊，炒个大盘鸡吗？这必须得尝一尝你亲手做的大盘鸡，还没吃过。一只吃不完，咱们买半只吧。阿姨，这个鸡可以剁一半吗？对，稍等一下啊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现在已经够多了。那不得买点饮料吗？要八五差不多吧？可以可以，就拿这个。放后面啊。嗯，这一会儿一百多又没了。没有了咱再挣嘛，真的是。这下回去看你的了。放心，剩下的交给我了，你今天只管吃。先放这凉一会儿，咱们等会儿再做。你帮我把那个菜给我洗一下，剩下的不用。